暗自恨。国民党高雄第一场造势晚会，总统级来宾亲自南下辅选，加上汉子燕子大合体，蓝营陆战正式开打。北中雄，全力打！支持者挥舞国旗，涌入梦时代前广场。柯志恩930誓师大会，想要再造当年韩国瑜三山造势场面，但接下来这一幕却有点尴尬。纠正一下，我们现场的所有支持柯志恩的，已经超过了。30000人，1000人，1分钟之内15000人翻倍成30000人。紧接着上场的立院女战神郑丽文更喊出现场人数不止这样。好多啊，我听到咱现场讲有30000人，但问题我坐在遐落，后边上尾啊伫倒位拢看无，我看是超过50000人啊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真的是苏狼唔苏丁，短短几分钟，参与民众人数翻倍涨。比较韩国瑜选前之夜，警方派出2000名警力维护会场安全，这次部署约250名警力，警方估算其实只有8000-9000人到场，跟台上喊出的50000人是不是差很大？不管大家怎么样做比较，对柯志恩来说，能够愿意站出来力挺我的，还有能力挺我们这些议员的，我们都是心怀感恩之心。拉起巨幅国旗，高唱中华民国颂。只是现场支持者似乎在马英九致辞后变得越来越少。这回蓝营想靠大咖站台拼人气、赢声量，但实际情况说明一切。新闻何孟哲、李怡希、许荣有采访报道。